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啊。这个兄弟从哪里来的？湖南平江。平江啊。对。介绍自己的车型。35啊，3.0。三点零。对，V6。V6的啊，挑战一把过。不知道，试一下吧，先。试一下，要不要看路？肯定要看路啊。啊，看路看路 OK， 先看路。这路好烂呐、啊。不是你背的那个东西，他背的那个东西是搞什么的？一个马甲，防弹衣。真的呀，你这样啊，背个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实地比我在视频里面看到好像要恶劣多了呀。那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，你说那么多人爬不上去，那肯定还是有原因的不，是吧？都那么简单，那跟走高速一样的。我看了这个路有点慌。你是怕陈伯伯这个压力太大，把这个背包都背上了，你看。把这个心脏跳得太快，平江过来多少公里？600多啊，我们本来去西藏特意绕了200多公里过来，绕两百多公里过这边来。哦，本来是我们要去西藏的。哦，去西藏绕了200多公里过来的。在这里等一下，这里爬完我们再去西藏了。哦，再去西藏。平江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听说。平江我肯定听说过，在辣条之乡啊，江村县。啊。我感觉下面都没出图。下面没开始哎，这才开始哎。这里哇，更焦了。哎，你们不是来三个人吗？三个人，还一个在，还一个在睡觉。好，还在睡觉啊。他不敢过来。哇，是不是昨天下雨，然后有车上来了呀？有啊。这去西藏自驾游吗？对啊。这个山这么深吗？搞不搞？开了绕了200多公里过来的，搞不搞？呵呵。总归要试一下嘛。不是，你准备去西藏？对啊、如果这里都开不上去，我觉得去西藏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子就不去了？去西藏那路都很平的，西藏没这路的。哦、试一下嘛。哪个是高手了？没有高手，我们都是小白。试一下喽。体验一下，试一下吧，去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然后这个平江来的高手啊。不是高手嘞。不是高手，你不要谦虚了。要不代表平江来挑战一下陈伯伯？我代表不了，代表不了，这兄弟代表得了不？我也搞不了，也搞不了。你代表湖北算了。哦，你代表湖北算了，你等一下代表湖北啊。来了啊，V6的宝马X5。本来是去西藏自驾游的，然后顺便到陈伯伯打卡。为了来我这里把这个踏板都拆了啊，那还是应该研究过我的路线的，因为他这个比较用心啊，把踏板都拆了，准备一把过的。不拆踏板的话，宝马X5一把过可能有点压力。哎，这样过的。一把过有点难度了这。上不上得去啊？这个问题上不上得去啊？这问题上不去，我觉得你去西藏要考虑一下。为了来这里，我真的太踏板都拆掉了。哦，踏板都拆掉了啊！就是为了来陈伯伯干一下。可以啊。好，往前，不要到了。对，不要往，怕搁前面啊，你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后搞啊，对。不要往后倒，你怕因为后面离地差不多，应该能上去，你这。
对，马上到横码头。贵一点吧。我感觉这个坑有点深嘞。底盘不差。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带着兄弟笑了啊！不要开门啊！不是，刚才是溜车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挂个屁头。哦。刚刚往这边走。哎，翘起来了。啊，翘起来了，难怪你在那里笑啊，翘起来了。不知道我等一下怎么下去。怎么下去啊？怎么这么深了？我在视频上面看到没有这么深吗？翘起来了。开始干吧。没有，这简单了，这里上去简单了。那下雨了。不要后退了啊！不能后退了啊！不能后退，后退干护栏了啊！方向盘往这边来吧。对，往我这边。往这边来。啊！不行，你这不哎，快塞石头，先塞石头，挂停车，先塞石头，把车停稳，塞石头。里边干护栏了，去给他搬个石头在下面，搬石头，里边一扭就干护栏了，停住啊，停稳，先不动。哎，这个石头垫不住的，就该搞那个大石头。找一个这里有的我放了的，等一下啊，找一个大石头。对对，你不能溜了，你再溜就干了。插五啊，垫石头了，兄弟。你把这个垫到那边，用这个轮胎上面，它没有着力点。哎，不见前轮呢。哦，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。垫也可以，反正这个都可以。你不能溜了，不能溜。他垫在前面，垫前面也可以。对对，垫前面也可以。后悔来了，我觉得你应该要练一下技术。真的啊，你 V6 老师没爬过，就是要爬一下，你不让开长途还。这个技术还有点压力，慢，加油！哎，对，加油！可以，加油！太大了，来，兄弟，陈伯伯有没有压力？有压力啊，是有压力。我觉得你还要多练习一下这技术，说真的。你要是叫我代表平江出战，我回去要被喷死。代表一下喽，等一下搞个一把过了。啊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。好，代表这个菜鸡。这里真的是跟世外桃源一样。对，与世隔绝啊。这个弯一把过。
我担心能死了。你看肚子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过了。哦，他看那个坡是这个坡，你视频里面那个坡，一把过过不了，过不了，打急了，过不了。看一下啊，全景天窗，你看没有？这也舒服啊，难照哦。那个属实有压力啊，我是神婆婆突然告诉我赚失败。我还上还是上来的呀，只没有一把过，是不是等下搞个一把过？我不搞了，我不搞了，我心疼了。我心疼我车啊，到视频里面车基本上都能差个一把过，我以为我也行，谁知道来了才发现我不行。来看一下这个天上的蓝天白云哦，会绕200多公里过来。对啊，我老早就约了。对，老你约了好久了。对啊，本来我上次后面我去深圳了，然后我说过几天再来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还爱着我吗？我在你的城市兜兜转。差五啊，可以。留气。再见却是再也不见。没有，你就应该来挑战一下。没有，那个视频里面的感觉好，我走的多，为什么我一来这坑这么深？那是说年夜给你挖的，给你挖的坑是吧？对。那个你这么狠的皮肤高山挑战现在没有意义了不？其实我这个算什么坑呢？我连夜给你撒的水，挖的坑。这不过还好，至少我没有不战而退，住宅上来了。对，虽然我这头冒汗一直直冒。你这回去之后，平江有高手归来的。嗯，对。他要给平江找回一点颜面不？他能代表平江。既然来了就可以代表了，我只能说这是我们平常的烂作文。把安全带系一下回家。这个穿越才有感觉是吧，天天开了个水泥路没啥感觉，因为你聊慢点，我跟你说超早，真的是狠的飘。我在你的城市兜兜转转，电影般的画面，再见却是在一起。你这差五不就干这个事儿了是吧？我这个车我没这个技术了。一把过下去，一把过下去，看你能不能一把过。这个不要，这个只要技术，不要性能，因为它不需要马力。过不了，我把这个车脱手了，看能不能。那你的技术真的要回家怀念一下。凌晨这个地方最狠。冬天的，好冷，这个房子肯定关不了。肯定，一点。填满了之后就四个人就多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还爱着我吗？我在你的城市兜兜转转，电影般的画面，再见却是再也不见。下去太好看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要太快了，我在这下来。我下来，我下来，开那么快，我下来比较好一点。现在那么遥远，无缘说再见。
好起来了。其实下来这个弯还是要点技术的。啊，马上又翘起来了。走大圈，走大圈，走大圈。对，没事，随便走，还可以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一样的，走大圈啊！你这一把过，我把你夹在那里，搞不上来。甩了，这 V 六的升档还是可以。要不要挑战个倒上来一把过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安全下山啊！来啊，我们兄弟挑战成功，成功登顶。没脸说了。没有，给后面的这个平江的高手一些建议了。啊。我真的是我不建议小白来，就是这样，不建议小白。平江应该还是有高手的了。人家高手大把嘞，对，我们就给高手一些建议嘛。给高手一些建议就是，高手不需要我给建议。对对 ，OK， 那就旅途愉快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！欢迎大家关注王征博伴山屋啊，我们拜拜了，下次过来玩。好的。